传说上古时代的帝尧，他的儿子丹朱啊非常调皮，无心学习。有一天，帝尧召见丹朱，说教他一种游戏。丹朱一听，哎，要玩是不是？哎，一听玩耍就高兴地跳了起来。丹朱啊接触到了这个游戏之后，就沉迷游戏难以自拔，而且发挥了惊人的天赋，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丹朱呢也从原来的调皮变得聪慧好学，而据说帝尧教给丹朱的游戏就是围棋啊，就是围棋。那围棋它的发展啊是分阶段的，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围棋就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了。在《左传》中有写道：“一者举棋不定，不胜其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说啊，下棋的人如果拿着棋子，主意不定，不知道是下这儿还是下这儿，那么这样他就难以战胜对方。所以说下棋一定要很准确的下好你的每一步棋啊，不要举棋不定啊。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可靠的涉及围棋的记载，时间呢大概是在公元前548年。走过了春秋战国，我们来到了秦汉三国。在秦汉三国啊，秦灭了六国，一统了天下。但是这个时候啊，围棋活动鲜有记载，鲜就是很少，就是说在秦朝的时候啊，关于围棋的活动很少。那到了东汉初年，社会上还是薄行于世而易独绝，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在东汉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流行一种游戏叫六博戏啊，六博戏。这个六博戏啊，人们都很喜欢啊，都在玩。可是这个弈，我们刚刚说了是围棋，弈是围棋，对不对？但是围棋却很少能看到它啊，就是说很少有人玩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围棋还是属于没有那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没有那么受大家的欢迎。那围棋是什么时候开始受大家欢迎，大家都喜欢玩围棋呢啊，都喜欢下围棋呢？那是到了东汉中晚期，围棋的活动才又逐渐的盛行，盛行就是受欢迎啊，大家都喜欢玩它啊。好，走过了秦汉三国，我们来到了南北朝时期。南北朝时期啊，玄学盛行啊，玄学盛行。玄学啊，就是这种比较空泛的理论啊，用英文解释就是 metaphysical 啊。那么导致当时的文人啊、学士都以上清谈。什么是上清谈呢？就是指任何的事情，我们都不考虑实际的情况啊，不考虑实际的情况，而是用这种玄学的理论，用玄学的理论去来解释啊，所以就叫上清谈。而当时的人啊，他们相信围棋也蕴含着玄学的理论，所以呢，他们就喜欢下围棋，并把围棋下围棋称为手谈啊，称为手谈。那么下围棋啊，是这个整个国家的人都喜欢，特别是我们说当官的人啊，当官的人，上层统治者就是当官的人，他们都喜欢下围棋，而且给围棋设置这种官职啊，建立了棋品制度。对有一定水平的棋士，
授予与其意相当的品格啊。当时在南北朝时期，下棋艺好的啊，分为九品啊，下棋分为九品啊。那现在我们知道，在日本的围棋它有九段，对不对？九段。那这个九段就是来自于南北朝的围棋棋艺九品制度啊，九品制度。好，那么走过了南北朝，我们又来到了隋唐宋元啊。到了隋唐宋元那，原来的十七道棋盘被十九道棋盘所代替了，这是进行了棋盘的革新。从此呢，十九道棋盘就成为了啊这个棋盘的主流。那么随着隋朝对外的政策啊，高句丽、新罗、百济也把围棋带到了朝鲜半岛啊，带到了朝鲜半岛。那么遣隋使啊，也把围棋带到了日本啊，带到了日本。好，走过了隋唐宋元啊，我们来到了明清时期啊，明清时期。到了明清时代呀，棋艺的水平就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其中呢，表现就是流派分歧。明代的正德、嘉靖年间呢，形成了三个著名的围棋棋派，为永嘉派、新安派和京师派。那么这三个派的风格呢，它是有不同的啊，他们的布局、攻守、侧重都是不同的。但是都是当时下围棋很厉害的人，名手就是下围棋很厉害的人啊。在他们的带动下呢，长期以来被这些有钱有权人所垄断的围棋呢，开始面向平民阶层中发展出来。就是以前啊，下围棋是比如说像皇帝呀、像当官的呀，这些有权力啊的人才可以去下围棋啊。那么平民是很少有机会接触到下围棋啊，但是因为这些人他们的啊学习和发展，到了明清时代，平民啊老百姓也可以啊下围棋，并且有了很多的下围棋的高手啊出现了啊，所以说涌现出了一批李相小人的棋手，就是说这些人是平民，但是他的下围棋的技艺很高超啊。好，那么走过了明清时代，我们来到了现代啊，进入了21世纪。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围棋游戏也悄然走红啊，人们啊不再局限于线下两人对坐下棋，而是去网上和天南海北的人对弈。现如今呢，人工智能兴起，人们也开始尝试着用人工智能学棋和下棋。我们现在打开手机啊，一个软件就可以让我们学棋和下棋。它打破了以往拜师学艺的局面，让我们这些普通人学习围棋变得十分的容易啊，变得十分的容易。所以同学们如果对围棋感兴趣，就拿起你的手机下一个腾讯围棋，你也可以来学围棋和下围棋。好，我们简单的了解了关于围棋的历史，我们再来认识认识围棋的棋具。围棋有哪些工具呢？我们要用哪些工具来下围棋？首先第一个，这个是棋盘啊，棋盘是下围棋必不可少的。接下来是棋子，棋子呢有黑白两色棋子。接下来是下一个是棋谱啊，就是记录这个棋局的这个工具啊，棋谱。还有一个是棋钟，就是计时器啊，钟就是钟表啊，计时器。好，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认识一下它们。棋盘我们刚刚说了啊，到了
这个现在我们用了都是19路棋盘，对不对？那你看一下19路棋盘的盘面呢，它是纵横各19条等距离的垂直交叉的平行线啊，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老师给大家画一下，大家能看到吗？这一条线，这是19条啊，垂直交叉的等距离的平行线啊，平行线。那么它构成了19×19，361个啊交叉点。那什么是交叉点呢？大家看一下，交叉点就是，这就是交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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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交叉点，共有361个交叉点啊。盘面上呢也标有了9个小圆点啊，9个小圆点。大家看一下啊，这就是9个小圆点啊，我们称这些小圆点为星位啊，星位。这9个小圆点它叫星位啊，叫星位。那正中间的这个星位就是在这儿啊，这个星位它就是叫天元啊，天元。下让子棋的时候，所让之子要放到星位上啊，要放到星上啊。当然了，让先除外啊，让先除外。那可能有的同学说，老师，什么是下让子棋？什么是让先？啊，这个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讲一下啊。那棋盘上还可以分为角、边以及中腹。那到启蒙学习，我们刚开始学习，我们是不用这个19路棋盘的啊，不用19路棋盘。那么我们用什么呢？我们用这个13路棋盘和9路棋盘。比如说像老师啊，老师下棋，哎，在腾讯围棋上下就用9路棋盘啊，因为老师是一个初学者啊，初学者下不了这个19路棋盘。好，认识了棋盘，我们再来往下看。棋盘很重要，那棋子同样很重要啊。棋子呢分为黑白两色棋子，黑色的棋子和白色的棋子。那棋子的数量呢一般为黑白各180枚。但是因为啊，执黑者先行，就是拿这个黑色棋子的人先下棋先走啊，所以他先落子，那么黑棋就有了181颗，所以181加上180就一共有361颗棋子。那从形状上来看啊，棋子可以分为单面凸和双面凸，这个是单面凸的棋子，这是双面凸的棋子。那双面凸的时候是唐朝的形式啊，唐 dynasty 啊。那围棋传播到日本的时候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就是在唐朝的时候这个围棋传播到了日本。所以呢，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日本人下棋啊，日本的围棋都是双面凸的，双面凸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日本的围棋都是这个样子的。那棋子，做棋子的材料是哪些呢？啊，棋子的材料啊，从古至今啊，琳琅满目。只要是材质较硬、触感不错的，基本上都可以用来做棋子。大家看一下这些图片，比如说啊，塑料、玻璃、木头、玉石和玛瑙。这些都是比材质较硬的啊，这个材料它都可以用来做这个棋子啊，做棋子。那么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最常用的可能是这个塑料和玻璃啊。为什么呢？
因为很便宜啊，因为这个棋子很便宜，像这种玉石玛瑙啊，很贵很贵啊。好，认识了我们的棋子，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棋谱啊。棋谱，棋谱是记录棋局的工具，它通常呢是以笔记本的形式啊，以这种笔记本的形式出现。那当然现在我们看到的啊，网络上啊，通常是以这样的形式所记录啊，这个是古代的时候啊，大家的棋谱啊，棋谱。好，认识了棋谱，最后一个是我们的棋钟啊，棋钟。棋钟也叫计时器，其实比如说像老师这个计时器啊，它在正式的比赛中啊，可以使用计时器对选手的时间进行限制。比如说我下这个棋，我要在几秒之内我要下完，对不对？不能说一直让你的跟你下棋的人等着啊，等着，不能让他一直等着，你是有时间的啊。所以非正式的对局中一般不用计时器啊，比如说老师和你下棋，我们就不用计时器了啊，我们是非正式的啊。好，我们认识了这个围棋的棋具啊，知道用哪些棋具啊来下围棋。我们再来了解一些围棋的术语啊，围棋的术语。首先，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目、尖、掌和打结。目啊，棋盘上被一方棋子所围的空白焦点就是目。那什么是尖呢？尖就是在自己这一方，在你自己这一方的棋子的斜上啊，原有棋子的斜上或斜下这一处下棋啊，下棋就称为尖。那由于啊尖的步调较小，所以人们呢也习惯称它为小尖啊，小尖。然后是长啊，长，长是指啊紧靠着自己棋盘上已有的棋子继续向前延伸下棋。长呢一般用于和对方接触交战的时候，便于将自己这一方的棋子连成一片，更好的攻击对方，这个是长。下一个是打结，打结，打结啊，是指双方可轮流提取对方棋子的情况下。围棋的规则规定啊，打结时被提取的一方不能直接提回，你不能说你打结的时候你直接就把这个棋子就取走了，必须要在其他地方找这个劫材，使对方硬一手之后方可提回。大家是不是现在在想啊，老师你在说什么？这个围棋它的这个就我们就简单了解一下它的术语啊，这些东西需要就是你学很久很久可能才能了解啊，我们简单了解就可以。好，我们再来往下看啊，再来往下看。那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还有哪些术语呢？还有力挡病，力挡病。力呢与长有着微妙的区别，力它主要是指紧靠着自己原有棋盘上的棋子向下或向边线啊这个方向行棋，下棋，行棋就是下棋啊，下棋。挡的意思是直接阻挡对方侵入到自己的地域，防止跟你下棋的人的棋子冲出你的包围，然后让你自己的棋子紧靠着对方啊的棋子下棋的方法。挡的作用呢，也就是含义中 所说的两点。一是阻止对方破了自己的空，二是防止己方包围住对方的棋子冲出。初学者掌握之后，可以在护空啊、吃棋方面有很大的提高。那么现在大家还不知道什么是空啊，还不知道什么是吃棋啊，大家可以往下看啊，下面老师会给大家讲一下啊，讲一下。好，还有就是病，
并呢，就是在棋盘上原有的棋子旁边的一个线路紧挨着下子，就叫做并啊，就叫做并。好，我们来往下看。那刚刚我们就是简单的了解啊，不了解也没有关系啊，就是有那么一个印象，有什么啊挡啊、并啊、打劫啊，大家知道有这些术语就可以了。现在最主要的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内容啊，现在要讲的内容才是很重要的内容啊，大家要认真听。那我们要讲棋子的气啊，棋子的气，棋子呢是靠这个气来生存的。如果没有了气，它就会被从棋盘上拿掉啊。这个呢，也在围棋里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啊，它叫提子啊，叫提子。这个提子是把棋子从棋盘上拿掉啊，不是我们吃的那个水果提子啊，提子。除了在盘角和边线上的棋子，其余位置上的棋子都有四口气啊，都有四口气。那么我们来看一些图，我们来通过一些图来看一下，来看一下这个就是一个棋子的气数，这些叉啊就是气，这就是气啊，气，这就是气。对，大家看一下，这个在边角的这个棋子，它是有两口气啊，有两口气。在这儿的棋子它有三口气，那有的说，哎，老师，这也是，这也是，不是啊，不是，你要记住啊，这一个棋子，老师画在这儿的一个棋子，只有这是气，它的横的方向和竖的方向，我们不说横纵啊，只有这个方向呢才是它的气，这种斜着的不是它的气啊，不是啊。这不是啊，不是，这不是它的气，所以一定要记住，是你的横向和纵向的是它的气啊。所以这个棋子，这个一号棋子它就有四口气，二号棋子就有三口气，三号棋子它有两口气，哦，两口气。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个棋子的气数。这是两个黑棋，对不对？两个黑棋，这有一个气，嗯，两个气，三个气。那这个斜角的不是啊，斜的不是，斜的不是。好，这个棋子有一口气、两口气、三口气、四口气、五口气啊。下面这个也是有四口气，对吧？这个是有六口气啊，六口气。大家一定要记着，在横向和纵向上啊，找跟它相邻的空位就是它的气啊，就是它的气。好，那这个就是黑白行棋啊，黑棋白棋下棋的时候双方的气。那这个气就是黑棋啊，是指它的气啊，一号、二号、三号。这个一号黑棋它有三口气，二号黑棋它有两口气，那三号黑棋它只有一口气啊，只有一口气。如果这个地方下了一个白色的棋子，那么这个黑棋就要被提掉啊，就要被提掉了啊。好，那刚刚已经教了大家数这个气啊，数这个气。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黑棋有几口气啊？黑棋有几口气？把你们的答案打到聊天框中，黑棋有几口气？ Please answer the question. 黑棋有几口气？几口？有没有同学答一下呀？我看看有没有同学已经明白了这个气啊，明白了气。两口气。哎，我刚刚听到了一个同学说两口气，两口气，嗯，不对，不是两口气。再想一想，再想一想，哪位同学想一想有几口气？哎，啊，曾一玲，哎，曾一玲，何嘉玲，哎，恭喜两位同学，没错，这个有四口气呀，你看，
一口，两口，三口，四口。哎，非常好啊，非常好。邓一林同学和何嘉玲同学明白了怎么数这个围棋的气啊，怎么数围棋的气。好，那还有，大家不用着急啊，我们还有啊。这个白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白棋有几口气？白棋有几口气啊？白棋有几口气？刚刚我们说了啊，边角不一样的，白棋有几口气？哎，我看到了正确答案啊！哎，我看到了正确答案。哎，三口气。看，哎，老师，弄一下我的笔。三口气，一口，两口，三口，所以是三口气。哎，非常好，非常好。哎，同学们真的好棒啊，太厉害了啊！老师学这个的时候啊，也是学了好久啊，你们真的很厉害，非常棒，把故事啊，非常棒啊。好，那下一个我们还有练习题啊，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教同学们，哎，认识这个气怎么下围棋啊。好，这个黑棋，这个黑子有几口气？他有几口气啊？这个黑子有几口气？哎，太棒了，哎，太棒了啊，这些同学真的太棒了，对，两口气，太棒了啊，把故事，你们太棒了，真的太棒了。好，这个黑棋有两口气啊，有两口气，我看到了你们的答案，你们真的很厉害啊，很厉害。好，那刚刚学完了气啊，学完了气，没了气，我们刚刚说就要被吃掉，被吃掉。那在吃掉之前，我们有一个词叫打吃，打吃，打吃啊，也被称作叫吃，叫吃。如果一方啊，如果这个跟你下棋的人，他就称为对方啊。如果对方的一块棋啊，他只剩下两口气了，他只剩下两口气。刚刚我们不是数气了吗？最多四口气，对不对？然后，还有的是三口气、两口气。那当他剩两口气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你落了你的子啊，比如说他是黑棋，他是这个颜色啊，他是，等一下，老师换一个颜色。比如说他是黑棋，哎，他只有两口气了，他只有他的两口气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是白棋，你下了子，哎，你下了子，你把这个你的棋子下在了这儿啊。那这个时候你就是已经灭掉了一口气，对不对？灭掉了一口气。那这个时候，这个黑棋，它就剩下一口气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就叫做打吃啊，就叫做打吃，我们就叫打吃啊，打吃。好，来往下看。那知道了打吃啊，我们看一下，老师有给大家落图啊，这个黑色的啊，这个黑棋上面这个白三角啊，就是打吃啊，它就是打吃。这个黑棋下在了这个三角位之后，如果白棋下一手不在，如果这个黑棋在这儿落子，接下来这个白棋啊，接下来的这个白棋它不在这儿落子，如果白棋不在这儿落子，而让这个黑棋在这儿下了子啊，下了子，那么这个白棋就没了啊，它就没了，就是被提掉了。所以一般来说，被打吃的一方往往要回应的，就是你看，你如果不在这儿下，你就要没了啊，这个子就要被吃了，被吃了，你一定要把这个棋就下到这儿啊，下到这儿。好，我们来往下看啊，往下看。好，提子啊，刚刚我们说啊，提子不是水果啊，不是水果，它是围棋里的一个术语啊。
如果你这个棋子想要在啊，想要在棋盘上生存啊，生存，那你就必须啊，你就必须要有气啊，要有气，没气你没有办法在这个棋盘上生存啊。那么当一方的气都被对方啊，都被对方的棋占领了啊，都被对方的棋占领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被锦气的一方啊，就要从棋盘上拿掉了，拿掉了。刚刚我们不是说了吗？你看这个黑棋啊，黑棋包围了，哎，老师的颜色又错了啊，这个黑棋包围了这个白棋，这是黑棋，那它包围了一个白棋，那这个白棋，这个白棋就要被吃掉啊，就要被吃掉，那这个就叫做提子，这个白棋没有了，没有了。就是提子，也叫做提吃和吃子啊，吃子。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提子的状态啊，提子的状态，每一块黑子都只剩下，你看啊，我们这个给的图片啊，我们给的图片，看一下这每一个黑子，哎，这个黑子是不是只剩一口气啊？这个黑子也剩一口气，这个黑子也剩一口气。如果接下来你看这个白棋，这个白棋如果下在这个位置上，这黑棋是不是没有了？黑棋你看这是有没有，没有是因为这个白棋下在了这儿，这个黑棋被提掉了，它被拿走了，拿走了啊，被拿走了。好，这就是提子啊，提子。好，那么我们要玩一个小游戏啊，刚刚讲了提子啊，讲了吃子啊，那我要跟同学们玩一个小游戏啊，玩一个小游戏，请把你们的答案写在聊天框里，找出被吃掉的棋子啊，找出被吃掉的棋子。那同学们不要说你们看不懂游戏规则啊，老师特意找班级的同学给你们做了印尼语版的，哈哈。这个在这里我要感谢李永明同学啊，他帮我做了一个印尼版的这个游戏啊解说。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接下来的游戏就是找出被吃掉的棋子，然后把你们的答案写在聊天框里。好，来，我们来做第一个。老师数给大家，这个比较简单，给大家10秒钟啊，10秒钟，看看有哪些同学能答对啊，这个一和二哪一个是被提掉的，请把你的答案写在聊天框里。我来数数了啊，10、9、8、7、6、5、4、3、2、1，好，哎，截止。来，我们看看，哎，有很多同学啊，很多同学，哎，没错啊，没错，哎，大家都答对了啊，大家都答对了，对，就是我们的一，就是我们的一被吃掉了。看一下，哎，一没有了，对不对？那我们就是一啊。这个一被吃掉了，一被吃掉了。好，没有猜对的同学啊，和没有这个来得及打答案的同学啊，别着急啊，别着急，我们还有啊，我们还有。来看第二道题，哎，这个就比较难了啊，给大家15秒，给大家15秒的时间啊，老师要来数数了，还是白子啊，白色的棋子。哎，我先给大家标一下，来，1、2、3、4、5、6、7、8，来，大家找一找，哪些棋子被吃掉了？1、2、3、4、5、6、7、8，来，我来数数啊，15、14、13、12。11、10、9、8，
七、六、五、四、三、二、一。来，我们看看，看看，哎，大家都打的是单数吗？哎，有打的是好几个答案的。哎，我看看是谁啊？曾一林、何嘉玲，哎，曾一林和何嘉玲，你们是不是会下围棋呀、啊？我现在在想，你们是不是会下围棋呀、啊？来看一看我们的答案是不是这个呢？看一下，哎，对，我们被吃掉的棋子就是一、二、三啊。也有同学答了三啊，三对，没错，但是正确答案是一、二、三，恭喜我们的曾一林和何嘉玲同学啊，真的很厉害，很厉害。我们有三个棋子被吃掉了，他们都是没有了气，所以就被吃掉了。好，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题，我们准备了很多哟，来帮助大家来练习一下，练习一下。好，下一个，看一下下一个。哎，这道题，哎，老师还是先给大家画一下啊，先给大家画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这八个白子，哪些白子啊被吃掉了？把你们的答案打在聊天框里啊，把你们的答案打在聊天框里啊，打在聊天框里。好，来，我来数数啊，还是15秒，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好，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来公布正确答案。嘿，哎，这位同学们，哎，学精明了啊，打了很多数字，那看看对不对呢？我们来看看对不对呢？看看哪些棋子被吃掉了？哎，一、二、三、七、六，哎，一、二、三、七、六，哪些同学答了一、二、三、七、六啊？来，我们看一下，哎，曾一林，哎，何嘉玲，迪亚，吴婷婷，李汉，周菲菲，邓翠怡，啊，这个同学 ，Radama 啊，还有郭梅华，还有哎。剩下的林娜这个老师啊，基于对吗？啊，老师可能名字读的不太对啊。哎，后面同学老师不读了啊，太多了太多了，大家都答对了，都答对了，一二三七六啊。哎呀，我要给你们点赞啊，你们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后面同学都答对了，你们都答对了，非常好非常好。好，那咱们再往下看。哎，其他的同学啊，其他同学在一起玩起来啊，把你们答案都写上，我们都来听讲座了，一定要来玩一玩游戏啊。今天我们玩完这个游戏，可能你就会下围棋了，会下围棋了。好，来看一下，一二三七六，下一个，还是找出被吃掉的棋子，找出被吃掉的棋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来，我加深一下难度啊！我数十个数，我看谁能答出正确答案。十个数啊，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哎，那我看到我三个答案，五个。来，我们看一下。看一下是哪一个呢？是五六七八，哎，来看看是不是五六七八？哎，非常好，五六七八，很好。吴婷婷第一个，周菲菲第二个，陈晓，哎，这是后面老师看不到名字啊，还有一个美，还有一个PO 啊，哎，非常好，后面同学老师不读了，很厉害，很厉害啊。很厉害，没错啊，很好啊，真的很厉害。好，咱们清除一下注释。啊，这个，等一下，还有这道题啊，这道题老师已经把答案给大家了，那我们就不做了啊，往下走。好，
咱们刚刚学了题子啊，诗子啊，那题子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什么呢？题子的时候啊，你在下棋的时候，题子一方要负责被提到的棋子拿出来，放到你面前的棋盒盖子里，而另一方呢，要负责监督啊，负责监督，不能说我提掉了是不是？然后我这个棋子就随意放，不可以啊，你要放到你前面的这个棋盒的盖子里啊，盖子里。那要记住，提子呢是两个连续的动作，下一颗子将对方的棋子围死啊，这是第一个。二是立即将用手将这些被提掉的棋子从棋盘上拿掉，拿掉。好，那还有就是有哪些词语跟这个下棋有关呢？还有就是虎口啊，虎口，虎口就是说不适合下子的地方，不适合下子的地方。你看啊，这个地方这个叉被我们定为虎口，如果我把我的黑子下到了这儿，那跟我下棋的人把白子下到这儿，我是不是就被吃掉了？我就被吃掉了，对吗？这个也是，我下到这儿我就被吃掉了，我就被吃掉了，所以是虎口啊。中国有一句话叫羊入虎口，羊入虎口啊，就是你自己把自己送到了被人吃掉的位置上。好，来往下看，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再看那下面这些地方啊，不是虎口啊，不是虎口，因为这个地方有黑子，我把黑子再下到这儿，我是有气的啊，有气，所以说这就不是虎口啊，不是虎口。好，那简单的了解一下什么是虎口啊，简单了解一下什么是虎口。那比虎口更厉害的是进入点啊，进入点。因为根据围棋的规则啊，棋盘上某一方不能落子的交叉点就叫做进入点啊，进入点。因为你把这个放到了这儿，这个棋子就成了无气的状态，那就不能提走对方的棋子，所以你落到这儿是没有用的，所以它是进入点啊，进入点。好，来我们看一下什么是进入点，我们通过图片来看一下，通过图片来看一下。你看这些是被白棋包围的地方，对吧？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如果老师把黑棋下到这儿，如果把黑棋下到这儿，那我就是这个地方注定黑棋会被提掉啊，所以说这个是不能落子的，不能落子，所以这就是进入点啊。你看你这白棋都围上了，围上了，不能把黑棋啊，不能把这个黑棋下到这里啊，下到这里，所以叫进入点，是不能下棋的地方，进入点就是不能下棋的地方。好，了解了进入点啊，我们又进入到了比较重要的了解围棋的规则啊，这个才是老师讲座的重中之重啊，了解围棋的规则。首先第一步，我们大家试一下，用手，用你的手试一下夹棋子啊，要怎么夹呢？嗯，比方说这是一个棋子，是一个棋子啊，我们要这么夹，要这么夹，然后放到这儿啊，我们要这么。主要看老师这两手啊，那这样夹棋子啊，夹一个棋子放下，夹一个棋子放下，不能这么的啊。有同学说，老师我这么拿着棋子放下，不可以啊，不可以这么拿啊，要这么的，夹棋子放下啊，夹棋子放下。好，那么在棋子下在棋盘上的交叉点上，棋子要下到这个棋盘的交叉点上，你看一下这个黑棋，这个黑棋是不是在这个点上？这个白棋也在这个点上，那你接下来下棋也是的，你这个只能在这种点上，在这种点上下棋，只能下在这儿，下在这儿啊，这些这叫交叉点啊，交叉点，你只能下在这些地方，你不可以下在这儿，这是不可以的，不可以下在这儿，也是不可以的啊。有点动，我说的八点。好，那么。记住啊，棋子要下在交叉点上，而且落子后不能向其他的位置移动。所以我们说
若子无悔啊，下了你把棋下到这儿就不能后悔。又有小游戏了，又有小游戏了。好，那我们看一看啊，这个游戏就是找出下错位置的棋子啊，找出下错位置的棋子，还是把你们的答案写到聊天框里啊，把你们的答案写到聊，这个很简单了啊，很简单。来看一看，哪一个棋子下错位置啦？哪一个棋子下错位置啦？看一看，打出它的序号啊，打出它的序号。哎，已经看到了，已经看到正确答案了。哎，好，好，时间有限，我们就不等了。看到一个正确答案，我们就直接公布答案。对，就是八，就是八啊，就是八。很好啊，很好。好，下一个也是，我等到有十个正确答案，我就公布答案。下一个，这个找出下错位置的棋子。找出下错位置的棋子，现在啊，现在看一下这个哪一个错了。好，现在已经有三个人答了，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六个人，七个人，八个人，九个人，十个人。哎，好，对，就是七。哎，看看大家都答对没有，都答对没有，自己看一下自己的答案，对，就是七。好，下一道题，好啦，现在答下一道题啦。下一道题，哎，这个有点难啊，这个有点难。好，我们还是到十啊，数到十，有十个人回答，我们就公布正确答案。哎，现在我这个聊天上面已经有哎十，哎十二，很快啊，我都反应不过来啊。好，看一下，对，就是十一，就是十一。很棒啊，很棒，就是十一。好，下一道题 ，next， 下一个，来这个题，这个要注意看啊，注意看啊，你看它是有一个还是两个？我们还是啊，等十个人答完，我们就公布答案啊。仔细看，这有几个？是哪个下错了啊？哪一个下错了？哎，有一个了啊，有一个人了，两个人答了，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六个人，哎，七个人。八个人，哎呦，没有等到我数十个人就十三个人了。好，我们看一下，对，来看一下答案，哎，看看答对没有？六，这个就是六。好，下一个，来，还是数十个人。这个大家注意了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啊，你看是一个有错还是两个有错啊？是一个有错啊，还是两个有错啊？你看一下，哎，好，十一个人了，我们看一下，对，是十一和十三，哎，十一和十三，来看一看自己是不是答对了，十一和十三啊，十一和十三。好，下一道题，下一个是找出下错位置的棋子，啊，这是二和六。老师啊，看一下时间啊，老师可能要超时了。下面还有其他老师，老师就不给大家再看了。这个是六和十五，不带大家做这些了。我们还要看下一个啊，除了要在交叉点上下，我们还有就是双对局双方要各执一色棋子，黑先，记住啊，黑色的要先走先，白色的要后走啊，要后走。交替下子，黑先白后的交替下子，每次只能下一个子啊，每次只能下一个子。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来看一个，哎，怎么回事？好，看一下老师给大家做的效果啊，看黑先白后，黑先白后。好，那还是玩一个小游戏啊，还是玩一个小游戏，观察下列下棋的顺序是否正确啊。老师准备了几个，但是时间有限，我们就简单的玩两个。好，来观察这个下棋的顺序是否正确，大家看一看这个下棋的顺序是否正确，是对还是错呀？大家说这是对还是错呀？对，
下去，正确就是对错。记住啊，黑先白后，黑先白后，大家看看答案对还是错。哎，好，已经有同学答出来了，那我们就看一下，公布一下答案。对，这个是对啊，这个是对。好，下一道题，看一下这个是对还是错呀？这个是对还是错呀？黑先白后，黑色的先下，白色的后下，黑色的下一个，白色的下一个。哎，这个是，现在已经是第二道题了，第二道题了，第二道题了，注意，第二道题了，这个是对还是错？来看一下啊，这个是错啊，大家看看啊，第二道题你答，你看看谁答对了啊？怎么都是对呢啊？何嘉玲答对了啊，是错啊，错，这道题是错啊。好，剩下的老师也不带大家看了啊，老师还准备了很多，那我们都不看了，我们往下看。那除了这个这两个规则，一个是要下在交叉点上，一个是黑心白后的轮流下子。那么轮流下子呢是双方的权利，但是允许任何一方放弃下子权。这一局我觉得我不想下了，所以我就放下啊，你可以下。这就叫允许对方放弃下子权，使用虚着。好。那么学习了这么多围棋的术语和规则，你会下棋了吗？我们来试一试吧，我们来试一试下一局棋。来，同学们啊，同学们跟我一起来读一下，이구디사야멘바자，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口诀啊，来一起下，来一起来读一下，黑先白后。一人，我怎么没有听到同学们的声音呢？一人一步啊，来跟我一起读 ，everyone， 一鼓劲，咋样？蒙巴，蒙蒙巴巴甲，老师这个印尼语啊也是很不好啊。好，来一起来读，黑先白后，黑先白后，一人先白后，一人。一步轮流下子，轮过子，轮过子，会有七桃桃桃，有七桃桃，吃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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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读的很好 ，Bagus， 很好啊，同学们很好，表扬你们啊，很好，好。那么围棋的胜负是怎么来判别的呢？我们玩游戏一定要有谁赢了谁输了，对不对？那围棋啊，之所以称之为围棋，就是因为下完棋之后，我们是根据双方所围地域的大小来决定谁赢了谁输了。那占的地盘多的一方就是胜方，占的地也就是说国旗，你在这个棋盘上占的交叉点多的一方就是胜方。那么我们前面讲过了，棋盘上共有361个交叉点，所以你如果两个人平分，就是一个人有180个半，那因此一方所占的交叉点超过180个半就为胜，否则就为负。那当双方各占180个半时，就是和棋，就是平手了，你没赢我也没赢，我们平了，我们谁也没有输，就叫做和棋啊。那在实际的对局中，我们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对局方式来采取不同的计算方法。好，我们来往下看一下，首先有分先，就是指双方水平相当的时候轮流执黑先行，因为黑棋先行他就占了便宜，所以他要在数子的时候贴出三又四分之三子啊，来达到黑白双方的平衡啊。后续的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好，让先就是指当双方水平有差距的时候，比如说是一个下围棋很厉害的人和孙老师下棋，那么他就得给我让先啊，让先，就是这个我这个水平比较低嘛啊，孙老师水平比较低，
那我是比较低的，我就执黑先行。那最后我在计算的时候，我也不用再返还这个贴子啊，不用再把这个黑子再数回去，不用。所以第一方超过180.5，他就胜利了，就赢了。那各占180.5，就是和棋啊，就是和棋。好，这个是一让先。那还有让子，让子还是刚才的哈，一个下围棋很厉害的人跟孙老师下棋。那么我们除了要让我来拿黑子下先下啊，通常他还要让我多下几个棋子，因为我的棋啊不如他的，他是高手，他的水平比我高，他很厉害，所以他要给我贴一些子啊，我要先下几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啊，看他想让我多下几个啊，然后他再下子啊，再下子，这个叫让子，让子。好，再往下来看，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啊，礼仪是必不可少的，礼仪是必不可少的，中国文化中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了礼啊，涉及到礼，涉及到了礼仪，那么围棋也是一样的。那么我们看一下对弈，也就是下围棋的礼。首先我们要先静坐，然后对局前要跟对方说请多多指教啊，请多多指教，然后才可以开始下棋。那对局完毕以后要说谢谢指教，再轻轻地把棋子收回来，收好棋后再把棋放到棋盘中间摆整齐，摆整齐。那么围棋，下围棋有什么意义呢？围棋啊，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记载，那隋唐时期又经过朝鲜半岛传入了日本，流传到了欧美各国。围棋呢，是中国古典文化之一，它对后世呢有着源远流长的影响。它的规则呢非常简单，但是变化却是无穷无尽的，所以难以琢磨啊。围棋呢蕴含着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它是中国文明与文化的。如果我们这个讲座啊时间啊就是很短，如果大家对围棋很感兴趣，老师建议大家去看一些跟围棋有关的影视作品，围棋少年啊，棋魂啊，你们去看这些影视作品，一方面能学习汉语，一方面还可以学习围棋啊，一举两得啊，既可以学汉语也可以学围棋。好，那老师今天的演示就到这里了。那如果同学们觉得说老师围棋太难了，我不会，太难了，没有关系，接下来黄丽老师将给大家带来一个跟围棋很像但又很简单的游戏，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好，那我的讲座到这里，把时间交给黄丽老师。主持人，terima kasih Ibu Sun Siyu atas materinya. Terima kasih Sun Siyu, Lao Shi. Selanjutnya, kami persilakan kepada narasumber kedua, Ibu Huang Li, untuk menyampaikan materinya, yaitu permainan catur dan kartu tradisional Tiongkok, Bu Bang. Sekarang, kami menyambutkan kedua narasumber, Lao Shi, Huang Li, Lao Shi, untuk memperkenalkan tradisional Tiongkok, Chuan-Tong, Chi-Pai-Lei, Lao Shi, Bu Zhe-Ji, Yo Jing. 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第二位主讲老师黄丽。刚刚孙思雨老师带大家讲解了围棋，接下来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中国的五子棋。好，听我说话清楚吗？清楚，可以清楚。好的，好，那我们一共会分为四个部分来进行了解。第一部分是从五子棋的由来，接着是五子棋的规则，五子棋与围棋的不同之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一起来实战演练一下，我们一起来玩一玩五子棋这个游戏。那我们来看一看，第一部分是五子棋的由来。
五子棋起源于中国，相传中华民族的祖先轩辕皇帝无意之中画了一些纵横交叉的线段，然后在上面摆上小石块，就想出了连五子的玩法。早在公元595年，古人就用瓷来烧制五子棋盘了。千百年来，人们用各种材质来制造五子棋的棋子，例如玻璃、瓷器、玉、玛瑙、铜等等。古代五子棋盘与围棋的棋盘是通用的，汉魏时为十七路棋盘，至南北朝时即已流行十九路棋盘，直到1931年才出现所谓五子棋的专用棋盘，是十五路棋盘，平面上画横竖各十五条平行线，线路为黑色，构成225个交叉点。这就是五子棋的起源。那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五子棋的规则。说到五子棋的规则，我们要先来认识一下五子棋的棋具都有什么。在玩五子棋游戏的时候，我们会用到一张棋盘啊，就是这里棋盘啊，我们的 go ban board 啊，还有呢，这里还有两盒棋子啊，分为黑子和白子。黑子和白子 black and white piece。那这里面的黑子啊，我们可以猜一猜 ，You can guess how many black pieces in this box？ 可以写在我们的那个聊天框里面，或者是 turn on 你的 your microphone 啊，打开你的麦克风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有多少个黑子？大家可以猜一猜 ，You can guess how many black pieces in the box？啊，有，我看到有说五十个。好，那可不可以再多一点？多一点大概有啊，有150个。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它一共是有113个黑子啊。那白子呢？这里面的白子有112个啊。112个。好，那大家来跟我一起读一读啊，认识一下棋具的名称。Follow me, read it 啊，打开你的麦克风 ，turn on your microphone。好，跟我读，第一个，棋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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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下一个，黑子。黑子，嗯，下一个白子，白子，很好啊，这就是我们在玩五子棋的时候用到的棋具。好，接下来我们通过一张棋盘来简单了解一下五子棋的相关术语。首先来看这里啊，这个棋盘它的旁边是有数字的，对不对？还有一些字母。通过五子棋的起源，我们知道了五子棋的棋盘是十五路棋盘，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里啊，这条线，看看这里有很多条横线，对吧？我们一起来数一数啊 ，Have a look， 看一看有多少条线 ，How many lines 啊？首先，这是一条、两条、三条，对吧？一直到十五条，所以我们一共有多少条这样的横线呢 ？How many 多少条？
是十五条，对不对啊 ？15 lines 啊，十五条横线。那好，我看到。那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样的竖线啊，竖线竖着的这样的线，它有多少条？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从 A 到 O， 对吧 ？From A to O， how many lines？ 可以告诉我 ，answer my question。对啊，你也可以写在这个 chat 里面啊，可以 write in our chat， 写在这个 chat 里面也可以。对的啊，也是十五条啊，十五条线，所以我们这个棋盘它是由十五条横纵相交啊，平行的啊，这样的平行线叫做十五路棋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棋盘上面有一个点。它叫什么名字啊 ？How to read it？ 可以看看这个拼音 ，look at 拼音。它叫什么名字 ？How to read it？ 怎么读？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 ，turn on your microphone。叫做天元点。天元点啊，很好，叫做天元点。这里我们说的元就是始也啊，意思就是开始的意思。好，下面啊，下面这一个，这个怎么读啊？这个怎么读？这个是什么？星位。对，叫做星位啊，星位。那我们有多少个星位呢？几个星位 ？How many？ 几个啊？几个星位？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对不对？我们有五个星位啊，五个星位。很好，这个就是我们五子棋的星位。下面啊，来看一看这里这个，这个是一条阳线，对吧？啊，阳线。什么是阳线？阳线就是我们可以在棋盘上看到的横、纵交叉的线，它们都是阳线、就是 we can see it the lines in the go ban board、就是阳线，阳线。好，下面这个怎么读？最后一个它叫做阴线。对啊，它叫做阴线。阴线是什么意思呀？就是我们看不到的啊， we can't see it， we can't see the line、in the go ball band。 然后呢，就是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 diagonal 啊，这个斜线啊，斜线。好，那大家再来跟我读一读啊，读一读这里面的术语。第一个叫做天元点， follow me read it 啊，跟我读，天元点，很好，天元点。下一个叫做星位，很好，叫做阳线。阳线，阳线。好，最后一个阴线，阴线这就是我们的盘上面
涉及到几个简单的术语，我们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五子棋的详细的游戏规则。首先来看第一条规则，就是对局双方各执一色棋子，分别为黑子和白子，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black and white piece， 对吧？黑子和白子。第二条是空棋盘开局，黑先白后交替下子，每次只能下一子啊，黑先白后 black first 啊 white later。 第三点是棋子下在棋盘的网格线交叉位置，下定后不能够移动或者是拿走。这里面的网格线交叉位置啊，就是我们说的阳线，对不对啊？所能看到的线，阳线的交叉位置，那个 intersection 啊，交叉点。最后一点啊，就是黑方的第一枚棋子必须要下在天元点上，刚刚我们说的天元点，棋盘的中央位置啊 ，the center， 即中心的交叉点，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刚说了黑先，对不对？啊 ，black first， 然后 the first piece 啊 ，must be placed on the 天元点啊，一定要放在天元点的上面。这就是我们的游戏规则。那可能有学生说啦，啊，那怎么样才是获胜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左边啊，右边这幅图片，就是黑子或者白子谁先使自己的棋子连成啊，五个棋子连成一条线，谁就获胜了啊。Black or white, whoever get the five piece first 就是 wins 啊，就赢了。比如说这里面的啊，这竖着的对吧？一、二、三、四、五啊，这样就我们就获胜了啊，就 wins。还有这样的横着的，一、二、三、四、五，还有这样斜着的啊 ，diagonal， 斜着的也是连成五个啊，连成五个。我们就可以啊获胜了，获胜了。这就是我们啊了解的五子棋的详细规则。刚刚孙思雨老师带大家了解了围棋，那可能有同学会问，围棋和五子棋怎么感觉有一点相似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它们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主要不同的地方分为三点，三点。第一点是在棋子的数量上面。五子棋的黑子是113个。啊，这个数字我们一定要给它记住了。白子是112个，而围棋它的黑子是181个，白子是180个。好，他们第二个啊，第二个不同点是，五子棋的棋盘是15路棋盘，刚刚我们已经数过了，对不对啊？它是有15条啊横纵相交的平行线组成的，它有225个交叉点，
而围棋是19路棋盘，有361个交叉点啊。这个是从棋盘的大小啊构成方面不一样。第三点是关于吃子啊，吃子，五子棋没有吃子，就是看谁，对吧，谁先连成啊五个棋子连在一起，谁就获胜了。而围棋是有吃子的，这就是五子棋与围棋的不同之处啊，主要是在数量上，五子棋113，白子啊是112，棋盘上面五子棋是15路棋盘，吃子上五子棋没有吃子。那我们了解到这个地方，相信大家对五子棋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我们一起来回答几个小问题，大家也可以写在我们的聊天框里面啊， write down in our chat， 可以写下来你的答案。首先来看第一个啊，第一个问题很简单的问题，五子棋的白子有多少个？How many white piece 啊，在这个 go band 啊，五子棋里面白子有多少个啊 ？A B C D， 好，我看一看大家的答案，非常好啊，我看到大家都是正确的啊，都是正确的，对的对的，所以啊，它是有选择 C 啊。112个。下一个，五子棋的黑子啊，黑子有多少个 ？A 113个 ，B 110个 ，C 112个。D 114个，选择哪一个？对对对对对啊，很好，好，是我们的 A 啊，一百一。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小问题，相信对大家来说也是很简单的，五子棋的。棋盘，五子棋的棋盘由多少条线组成？还记得吗？有多少条线？它是多少路棋盘来着 ？A 啊，19路棋盘 ；B 15路棋盘 ；C 啊。16路棋盘 ，D 18路棋盘，非常好啊，非常好，我看到了啊，大家都选择的很正确，是我们的 D。好，那看来大家对五子棋已经很了解了，也知道了怎么样去下五子棋，我们来一起实际的操练一下啊，实际的操练一下，在玩五子棋之前呢，我悄悄地告诉大家两个五子棋的开局必胜阵法，也就是我们的 some tips 啊，一些小技巧。These tips will help us to win faster， 可以使我们更快的啊获胜啊，更快的获胜。首先，第一个阵法。叫做日字开局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是什么意思呢？啊，
首先中心开局，白棋斜荡珠。然后黑棋在上面下一子，形成日字开局。好，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就是这个汉字，对吧？这个汉字叫做日啊，日字，所以这个开局的阵法叫做日字啊，开局法就是这个黑子，对吧？啊，对角的位置形成了一个日字啊。白棋先火二为进，我方黑棋也在下面火二，白棋火三抢先手，我方来个双三杀点，白棋必须挡住，白棋挡住以后，我方黑棋左上角一子，白棋还是要挡住，然后我方黑棋一子落下双三杀。挡也没有用，上面可以直接活死啦。对啊，你看看这个，他黑子就是赢了，对吧？他通过这个日字开局法，最后连成了啊五子啊五子，连成了一条线，一二三四五，这个就是我们的日字啊日字开局法。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第二种啊必胜的阵法，叫做梅花阵开局法。梅花阵开局法，想一想啊，顾名思义，它的那个样子，对吧？肯定是像梅花一样。我们来学一学啊，简单的学一学，看看是怎么下出来的。今天来三个梅花阵，看看对手能不能挡住。来，开始形成第一个梅花阵，不管对方怎么挡，始终阻挡不了我方成型。第一个梅花阵成型，对方堵住中间解阵，无所谓，我方先活三为进，对方必须挡。好，来看一看，在这里是不是啊？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梅花阵。哎，就是我们的梅花阵在这里啊，它的样子啊像一个梅花一样。梅花阵成型，对方堵住中间解阵，无所谓，我方先活三为进，对方必须挡。然后这个梅花对方应该堵不了中间了吧，活三对方要挡，再活三对方还是要挡住。这个就是第二个梅花阵，实行梅花，第三个梅花就可以利用冲刺来完成，冲，对方挡住以后，我方继续冲，冲，对方挡住以后，我方一子落下在梅花中间，双三杀，终结了对手。KO。对，好，来看看啊，这个就是梅花阵，也可以使我们啊更快的获胜啊 ，to win faster。好，那学习了两种阵法啊，希望一会儿我们下棋的时候也可以试一试，对吧？第一个叫做日字开局法，第二个叫做梅花阵开局法。好，那我们一起来。实际操练一下啊，实际操练一下，请主持人授权给同学们笔啊，让大家可以在我的屏幕上画画啊，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上画，谢谢。那我们有没有人想来试一试下五子棋啊？下五子棋，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棋子啊没有真实的棋子，所以我们可以用画笔啊去代替，比如说第一个人可以用这样的形状，第二个人可以用这样的形状，我们来去代替一下。好，有人吗？有人想来试一试吗？可以举手。有没有人想来一起玩一玩啊 ？Play this game 啊，
together， 我们一起来玩一玩，好吗？同学们是不是没有听懂啊？我看到有人拿着画笔出来了，好，那个陈思琪，思琪对吧？嗯，看到了，看到了，思琪，好，还有吗？还有人想来试一试吗？好，那这样吧，嗯，孔维维，好的，好的，那就这样啊，思琪来用这个。啊，用这个形状，然后孔维维用这个形状啊，用这个形状。那我们谁是啊？谁思琪吧？思琪用黑色的啊，用黑紫，黑紫，黑色的紫啊，黑紫。然后孔维维用白紫。那我们之前说过，黑仙对不对 ？Black first 啊，黑仙要先下在天元点上。对，非常好，非常好，好。然后下面。孔维维，嗯，好，看到了。好，啊，我看到了，孔维维好像在下。一个日字开局法的感觉，我们已经有这个旗阵了。好，嗯，看到思琪率先有一个术语叫做活三，是吧？率先达到了这个活三。哇，嗯，好，好的，好的，好的，看到了啊，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思琪，对吧？啊，思琪， yeah. 对，获胜了啊，恭喜恭喜恭喜！这地方，这个地方，对吧？啊，有五个啊，五个啊，莲子，一、二、三、四、五，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恭喜，谢谢，谢谢两位同学，谢谢，好，谢谢，嗯。那还有没有人想来试一试？我看一下时间啊，时间。老师，我也想来试一试。嗯，好的，好的，那就你来用这个笔啊，你来用这个笔，然后我们再找一位同学，再找一位同学，看看有没有。这样吧，我来和你一起玩，好吧？然后，你是黑子啊，黑子。好的，老师，我好像没有看到棋盘啊，出现了。出现了，好的，嗯。然后啊，你是黑子，然后你用这个符号，我们要先下在天元点的位置上，可以试一试。这儿吗？啊，对对对。
刘文输了。好，那我就赢了。嗯，好吧，好的，好，谢谢刘文。嗯嗯，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五子棋就先学到这里。因为大家可能平时玩五子棋的时候没有办法手边立刻有棋盘和棋子，那我们也可以啊，像这样大家去画一个棋盘，因为我们是十五路棋盘，对吧？啊，十五路棋盘，所以大家可以去画一画，然后用我们这样的符号啊，符号来代替棋子。来代替棋子，就可以玩一些啊简单的五子棋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剩下的时间我们交给宋嘉欣老师，谢谢。Terima kasih Ibu Wangli atas materinya. Kansi Wangli Laoshi. Selanjutnya, kami persilahkan kepada narasumber ketiga, Ibu Song Jiaxing untuk menyampaikan materinya, yaitu lukisan Tiongkok kuno terkenal, ada kata-kata dalam lukisan itu. Sekarang kami menyambutkan di sanwi Jiang Laoshi, Song Jiaxing Laoshi, kami menjelaskan Tiongkok kudai minhua, wali yuhua, yujing. 好的，谢谢两位主持人。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周六愉快，非常开心能和大家在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和中国古话有关的小故事。那我今天要讲的是和中国古话有关系的内容，我会用最简单的中文来告诉大家，希望同学们能够加油，用自己的中文能力去听懂老师的讲的东西。但是呢，为了让同学们能更好的理解我的讲座，我请来了我的好朋友阿宁。你要出现一下吗？请来了阿宁帮助我进行翻译，然后希望同学们能够和老师一起学到一些东西。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我们就看完了，这是2022年，也就是今年在中国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的片段，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叫做《梦华录》。Jadi ini adalah salah satu cuplikan dari film Meng Hua Lu yang saat ini sedang terkenal di Tiongkok。那么同学们肯定已经发现了，在这个视频里，这些女人的头发还有她们的化妆方法和衣服
和现在的中国人，比如说宋老师、孙老师还有黄老师是非常不一样的。为什么在今年2022年现在我们还能知道在古代中国人们做什么、穿什么、弹奏什么乐器？就是因为我们除了可以读书外，还可以看古画。Jadi, di dalam video ini dapat dilihat bahwa riasan dan juga cara menghaju mereka tidak sama dengan orang Tiongkok saat ini. Bagaimana mereka tahu? Karena orang modern saat ini bisa melihat bagaimana model make up dan hairdo orang zaman dahulu dari gambar tradisional Tiongkok. 比如说这个片段，就是这些女人她在看着古画，去模仿她们做什么，穿什么样的衣服，画什么样子的妆。Jadi di dalam foto ini kita dapat melihat bahwa perempuan yang ada di bawah itu sedang menirukan gambar yang ada di atasnya. 这个也是一样的，人们在模仿这幅古画。Begitu pula dengan gambar ini, dalam gambar ini juga para wanita yang di bawah itu menirukan gambar yang ada di atas.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这幅画开始。这幅画的名字叫做《捣练图》。Jadi kita akan mulai dari gambar ini. Gambar ini berjudul Tao Lian Tu. 它的英文名字是 Court Ladies Preparing Newly Woven Silk. 那么 Court Ladies 就是侍女，生活在宫廷里的女人，我们叫她侍女。Court ladies atau 侍女 ini adalah wanita yang tinggal di istana. OK 了，好。那么他们呢，在为制作丝绸工作。Mereka sedang membuat kain sutra. 所以这幅图主要分为三个部分。老师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知识。在欣赏古画的时候是从右往左，所以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Jadi dari gambar ini dibagi lagi menjadi tiga bagian. Kemudian cara membaca, melihat gambar ini adalah dari kanan ke kiri. 那么我们从第一部分开始看。放大这幅图片，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侍女在工作。这两位侍女工作累了，要休息一下。Jadi di bagian yang pertama ini, kita dapat melihat bahwa beberapa perempuan ini sedang bekerja menumbuk bahan untuk kain sutra.那么我们看前两个侍女，我们来看一看她们是怎么化妆，怎么修饰她的头发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侍女头发上别了漂亮的发饰。其实在现在，同学们和老师也会往头发上别 hair clip 发夹，对不对？那在古代呢，女人也是一样的，为了让我们更漂亮，所以会别发饰，会插发钗。Di dalam gambar ini, kedua perempuan itu di rambutnya diberi seperti hiasan begitu. Sekarang pun para wanita juga banyak yang menggunakan hiasan rambut. Nah, hiasan rambut itu di zaman dahulu dinamakan fasir.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背面
刚刚我们看的是正面发头发是插发式，那后面呢，我们会用这样红色的丝线去装饰一下它。Jadi di dalam gambar ini dapat dilihat bahwa rambut wanita tersebut menggunakan hiasan warna merah untuk menghias rambutnya. 好，第一部分最后一位侍女，她也是第一个面向我们的侍女，所以我们来好好的看一下她是怎么化妆的。我们可以看到她的额头、鼻子还有下巴都是白色的，这在中国古代是一种特别的化妆方法，一会儿老师会详细给同学们介绍。Jadi di gambar wanita yang keempat ini, ini adalah wanita pertama yang menghadap ke kita. Jadi dari sini kita tahu bahwa make up dari wanita ini di bagian dahi, hidung, dan juga dagu itu lebih putih dari bagian lainnya. Sebentar lagi Lausa akan menjelaskan dengan rinci tentang make up tersebut. 好，那么我们下面来看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的两位侍女是坐在椅子上和地毯上的。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她们在做什么。第一个，她是在整理丝线，因为丝线放在一起会变得很乱，所以她要整理。Jadi perempuan yang di bagian gambar yang kedua ada dua perempuan, satu sedang duduk di kursi, satu lagi duduk di tikar. Mereka sedang memisah-misahkan benang agar tidak kusut. 好，接下来下一位，整理好丝线，我们就可以用丝线进行纺织，或者说他拿的是针，这个叫做织线或者刺绣。Setelah memisah-misahkan benang agar tidak kusut, wanita yang duduk di kursi itu sedang menjahit baju. 好，最后我们看第三部分，这里有很多的侍女。Dapat kita lihat di sini bagian ketiga ada beberapa wanita yang sedang bekerja juga. 第一部分的这个侍女，她蹲在地上，左手挡着脸。那我们看一看她右手拿的，放大一下啊，这个是扇子。仔细一看的话，我们会看到扇子上面有两只鸭子在湖边想要游泳。Di gambar ini kita dapat lihat bahwa perempuan ini sedang membawa kipas dan di kipas itu terdapat gambar seperti sedang ada di kolam begitu. 所以说中国古画画的是非常漂亮和细致的，哪怕这样小小的扇面，它也是非常精美的。Jadi dapat kita lihat bahwa dari gambar tradisional ini sangat indah sekali. 好，那他为什么拿着扇子呢？原来是在扇炭火，为了让这个炭火烧得更旺。Wanita ini sedang membawa kipas untuk apa? Ternyata untuk membakar arang agar arang tersebut tetap terbakar. 至于炭火，为什么侍女要烧炭火呢？老师一会儿也会告诉大家。
kenapa perempuan ini membakar arang? Sebentar lagi kita akan tahu penjelasannya. 接下来我们看到有一个小朋友，他在开心的玩耍。 因为我们刚刚见过的侍女，她们都是大人了。我要着重给大家讲一下古代小朋友她的头发和衣服有什么特点。 Jadi dalam gambar ini ada satu orang anak di sini. Jadi cara menata rambutnya itu berbeda dengan wanita-wanita yang sudah dewasa. 首先，它的头发是很有特点的，名字叫做垂链髻。那其实这个垂链髻想要，我们如果也想要编垂链髻，它是不难的。老师来给大家讲一下。jadi sekarang Lao Shi akan mempraktekkan bagaimana cara垂链髻。好，我需要阿宁老师帮忙一下。首先呢，我们把我们的头发分成两个部分，yang pertama, 特别简单，同学 menjadi dua dulu. 同学们可以试着和老师做一下，或者以后你们想要参加比赛梳垂链髻也是可以的，把这个头发往上这样盘起来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用这样的红绳把它绑住。老师用这个先帮忙啊，这样老师做的不太漂亮啊，因为时间比较有限。好，哦，谢谢恩南老师，将宋老师画面聚焦。 这边也是一样了，这边也一样，把它绑好。这个就是最简单的垂链髻，但是我们看到了，在这幅画里面，他的垂链髻和宋老师的不一样，因为他生活在宫廷里。 他要变得比较漂亮，他有钱，所以呢，他会加一些特别的装饰在中间这个地方。同学们如果想做也是可以的，在这里分一部分头发做成这样就可以了。这就是小朋友会梳的垂链髻。那接下来他的衣服是窄袖长衫。 Jadi setelah rambut yang dijelaskan oleh Lausa tadi, selanjutnya adalah baju yang dipakai adik ini. Baju ini namanya Daishu. Daishu itu artinya adalah lengannya itu sedikit lebih sempit dari baju yang bagian lainnya. 好，他穿的鞋子名字叫平头鞋。 Kemudian sepatunya bernama 平头鞋. 那么平头鞋的意思呢，就是它的鞋头是这样方的，并不是圆的或者尖的。 Jadi bagian depan dari sepatu ini biasanya agak bulat atau terkadang juga sedikit lancip.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位侍女。 这个侍女的头饰，我们可以发现是很特别的，和之前的几位侍女头上是不一样的。她的有一点点像小鸟，对不对？那么她右手拿的这个叫做熨斗。那么熨斗里面红红的是什么呢？就是炭火。刚刚我们看到。 这个侍女她在烧炭火，炭火的用处就是放在熨斗里面。 Jadi wanita selanjutnya adalah seorang wanita yang sedang berdiri, kemudian memegang yang namanya yinto. Nah, di dalam yinto itu
diberi arang yang telah dibakar oleh wanita yang membawa kipas tadi. 熨斗的用处就是在现在，如果我们的衣服变得很皱，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工具。但是在古代，我们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就用熨斗装上炭火。 Jadi kegunaan dari yinto ini adalah untuk menyetrika baju agar tidak kusut. Karena zaman dahulu masih belum ada setrika, jadi mereka menggunakan yinto ini. 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中国古代人民也是非常聪明的。 Dapat kita ketahui bahwa orang kuno, orang tradisional Tiongkok zaman dahulu juga sangat kreatif. 好，最后一位侍女，她正在拉着这个丝绸，为了方便这一位侍女去熨烫。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她穿的衣服和她的头发有什么特点。首先，她的头发叫做高髻，高大家都知道，就是高高的。 High 或者是 tall， 对不对？那高髻的意思呢，就是把头发，比如说扎到这里，它就不是高；那它扎到这个地方，然后盘起来，这个就叫做高髻。那我们可以回去看一下，这些所有的侍女，她们的头发都不是这样低低的，都是放在头顶的这个地方，这个。 Jadi di dalam gambar ini dapat kita lihat bahwa hairdo dari wanita ini sedikit berbeda. Rambutnya dia itu diikat di atas. 好，接下来老师要介绍一下三白妆，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额头、鼻子还有下巴都是白色的。 这种化妆方法名字就叫做三白妆。 Sekarang Lausa akan menjelaskan tentang riasan make up yang tadi di bagian dahi, hidung dan dagu yang lebih putih dari bagian lainnya. 以前我们马郎孔院举行过化妆比赛，就是。 中国化妆方式的比赛，对不对？那么你们听了宋老师今天的讲座，就学习到了，我是不是可以梳高髻、化三白妆呢？是可以的。Jadi dulu pusat bahasa Mandarin UM pernah mengadakan lomba make up. Nah, kalian juga bisa bermake up seperti ini juga. 好，那么接下来他的发钗。 在古代中国女生梳头发，头发上是有发钗和发饰的，是为了让我们看起来更漂亮。Jadi wanita dulu juga memakai hiasan-hiasan rambut seperti yang digambar tersebut. 好，她的衣服呢？其实上次讲座程老师也有讲到，老师就不多说了。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服饰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叫做披帛。Jadi selanjutnya adalah selendang yang dipakai wanita ini yang namanya 披帛。披帛的戴法有很多种，老师给大家展示了其中六种。 Jadi saat ini Lausa akan memperkenalkan cara memakai 披帛 ini. 这个啊，黄色的，这就是披帛。好，那么第一幅古画我们看完，大家就可以大致了解到，在古代如果我们想制丝绸，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这些侍女在动动动。 这个就是这幅古画的名字，叫做《捣练》。Jadi dari gambar ini kita dapat mengetahui bahwa untuk membuat satu baju
harus melalui tiga tahapan. Yang pertama adalah menumbuk bahan dasar dari baju tersebut. 他们捣练的目的是为了让生丝更柔软、更结实。 Tujuan dari ditumbuknya bahan dasar ini adalah agar membuat benang sutra tersebut lebih lembut lagi. 那么捣练完之后，侍女们就会整理丝线和缝制刺绣。 Setelah menumbuk benang, benang tersebut dipisahkan agar tidak kusut. 最后，我们要熨烫这些。 Yang terakhir adalah menyetrika kain atau baju tersebut. 好，下面呢，同学们请和我一起来玩一个游戏。 Sekarang para siswa silakan bermain game dengan Lausi. 第一部分导练，除了是你要动导练之外，我们还要加上草木灰和一些煤，最后还要加热水。那么在这一部分，老师的问题就是，请同学们从一二三。 三幅图片里选一选，哪一个是热水呢？你们可以在聊天框里面发给老师你的答案啊。为什么我发不了？好，我看到有非常多的老师和同学们参与到这里来，特别特别棒啊！ 没错，答案就是二，热水。那么我们要把这三种材料加到这里来，然后再动动动去导练。第一部分完成之后，下面这个游戏呢是拼图 puzzles， 请同学们把这个图片14幅图片拼成右面这个图案，老师。 会给同学们和老师们2分钟的时间，这个小人走完之后不走了，我们时间就到了，请大家把自己的答案发送到聊天框，好吗？我们开始。 时间到了，那我看到有老师和同学们都发送了自己的答案，特别棒哦，好像时间还没到，但是老师和同学们都发送了自己的答案，特别棒。其实我们来玩这个游戏也是用了比较长的时间，对不对？那老师来揭示一下正确答案，答案就是7、14、4、6。
十三、八、十一、九、五、三、十、一、十二、二。老师们和同学们都答对了，非常非常棒。那么你们可能已经发现了，就是我们玩这个拼图的时候都会觉得比较困难。那么如果人们去缝制这样的图案就一定是更困难了。但我们已经看到了这几位侍女，她们的衣服都是不一样的，都是手缝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在唐代，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中国服装制造业已经很发达了。Jadi dapat kita ketahui bahwa dari gambar ini yang telah kita susun ini betapa ribetnya membuat baju tradisional itu dan mereka yang di gambar ini baju yang mereka pakai juga berbeda-beda setiap orangnya dan mereka membuat itu dengan tangan mereka sendiri。好，到了第三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侍女她在烧炭火，这个炭火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温度太低是没办法熨烫的，温度太高呢，这些丝绸就会坏掉。Jadi dari di gambar ini dapat kita lihat wanita yang sedang membakar arang ini sangatlah pentingUntuk menjaga suhunya di suhu yang pas. Kalau misalnya terlalu rendah suhunya, tidak bisa licin bajunya. Kemudian kalau terlalu panas, baju tersebut bisa terbakar. 所以这个侍女就要不停地扇扇子，不停地扇扇子，并且把温度控制到不冷不热。Jadi wanita tersebut membakar arang tersebut dengan baik sampai tidak terlalu panas juga tidak terlalu dingin. 那么这幅古画我们就了解完了。根据这幅古画，现在中国人还会制作 emoji sticker 这样的东西，同时我们还会排舞。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是这个小朋友。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另一幅古画，它的名字叫做
汉宫春晓图。汉宫就是汉代的宫廷宫殿，春是春天，晓是早上早晨。Kita akan membahas tentang gambar ini. Gambar ini adalah suasana pagi hari di istana saat dinasti Han. We can see that this ancient painting is very long. So we'll take a part by part to find some more special scenes to introduce to our students. So this picture can be seen as very long. Then Lausa will explain some parts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the picture. Bagian pertama ada dua orang wanita yang baru bangun tidur pagi hari. Mereka sedang bermake up dan menata rambut mereka. 这位侍女她在散步，手里拿的这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羽毛形状的扇子。 Perempuan ini dia sedang berjalan-jalan pagi dan membawa kipas yang berbentuk seperti sayap. 再接下来，这两位侍女在 折桂花装饰自己的头发。 Kedua perempuan ini sedang merapikan rambutnya dan memasang bunga di rambut mereka. 桂花除了可以装饰我们的头发，还可以制作糕点，比如桂花糕。 Jadi selain untuk dipasang di rambut, mereka biasanya memetik bunga kue ini untuk dijadikan sebagai dessert. 画面中间的这四位侍女，左边的两位他们在聊天，而这两位侍女他们拿着瓶子在浇花。 Dalam gambar ini ada dua orang wanita yang sedang berbincang-bincang, kemudian dua orang wanita lainnya sedang menyiram tanaman. 这里有两位侍女在开心地看书，这里放着的是中国传统乐器，叫做古琴。 Jadi di dalam gambar ini ada dua orang wanita yang sedang membaca buku. Dan di depan mereka ada alat musik tradisional Tiongkok yang bernama Guqin. 好，接下来这些侍女她们在玩游戏。这个游戏的名字叫斗草。斗草呢，就是我们找到不同的草，比一比谁的大，谁的漂亮，谁的结实。 Jadi di dalam gambar ini beberapa wanita ini sedang bermain toucao. Jadi mereka mencari beberapa tanaman atau rumput dan mereka membandingkan mana yang lebih besar, mana yang lebih cantik, seperti itu. 在现在，中国的小朋友们还会玩这个游戏。 Anak-anak di Tiongkok saat ini juga masih memainkan permainan tersebut. 我们再来往这边看，可以看到这些侍女她们在弹奏乐器。Di dalam gambar ini kita dapat melihat bahwa beberapa wanita tersebut sedang memainkan alat musik tradisional mereka。第一位侍女，她抱着的是南音琵琶。
wanita ini sedang membawa alat musik tradisional Nanyin Pipa. 这也是中国传统乐器之一。Ini juga salah satu alat musik tradisional di Tiongkok. 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在我们讲座开始，老师分享的图片，分享的视频，这个女侍女她抱着的就是南音琵琶。Di video awal saat Lause memutarkan video, perempuan ini sedang membawa Nanyin Pipa. 这位侍女她也抱着一种乐器，名字叫做阮。Perempuan ini juga sedang membawa alat musik tradisional Tiongkok.Namanya adalah Ruan. 老师呢今天也带来了Ruan，给你们看一下老师的Ruan和图片上啊，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里它是圆形的，老师的图片是两只小鸟。Jadi ini sekarang Lose juga sedang membawa Ruan yang asli.Dan ada beberapa bagian yang tidak sama dengan yang ada di gambar. 那么谈到软呢，同学们可以了，不用再在聊天框发送你们的答案了，谢谢。那谈到软呢，老师有一个故事要讲给大家。软在中国存在了很多年，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在中间的一段时间它消失了，而中国的音乐家们也是通过古画来复原了阮，所以到现在我们才可以弹奏阮，有阮这个乐器。Jadi老师 menjelaskan bahwa alat Ruan ini dulu sempat hilang dari Tiongkok karena tidak ada yang memainkan, kemudianpara ahli sejarah menemukan ruan lagi dari gambar-gambar kuno Tiongkok. 所以古画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可以在古画里面学到很多有趣的知识和有用的知识。Jadi dari gambar tradisional ini kita dapat mempelajari banyak halDan juga mengetahui banyak hal dari Tiongkok tradisional. 好，再往后看，我们可以看到一只小猫在睡觉。Di sini ada kucing yang sedang tidur. 最后这一部分，这些侍女们在开心的跳舞。Di gambar bagian yang terakhir ini dapat kita lihat bahwa para perempuan ini sedang menari dengan bahagia. 这种舞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绿腰舞。Tari ini bernama Lü Yao Wu. 那看完了这幅古画，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宫廷里面，侍女除了要工作、捣练、熨烫衣服之外，她们还有自己很多休闲娱乐的活动。Jadi dari gambar ini dapat kita ketahui bahwa wanita yang ada di dalam istana selain bekerja, mereka juga melakukan banyak hal menyenangkan lainnya.刚刚我们提到了三种中国古代的乐器，古琴、南音琵琶和阮。接下来我们要欣赏一下。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古琴。
这就是古琴，它的声音是非常的让人心静的，所以呢，老师有的时候觉得很紧张或者不开心，我就会听古琴的声音，我会听古琴的演奏。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南音琵琶。这个部分，这里呢，它是在调音。有的时候，我们木质的乐器容易变音变调。那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就是在调音。比如说，老师这个软也是一样的，这里它的音不准，我们就上下调整它啊。Jadi di dalam video ini, orang tersebut sedang mengatur ulang suaranya karena terkadang suara dari alat musik itu bisa apa ya namanya agak salah tidak pas di nadanya yang semestinya.好啦，因为这个视频比较长，我们就听到这里。那接下来呢，要由老师给大家用中阮弹奏一首歌曲。Sekarang Lasa akan menampilkan alat musik Juan. Ini biasanya kalau kamu
就弹完了，老师给大家弹奏的这首歌曲是要告诉大家，就是中国的古代乐器不是非常非常难。如果你们觉得，哦，是不是太难了？它有几千年的历史，是不是我们不可以学会呀？其实不是的，只要你想学，比如我们刚刚看到的古琴、琵琶、南音琵琶、古筝还有中阮，你们都是可以学会的。就像中文一样，只要你多学习多练习就是可以的。Jadi maksud dari Lause menunjukkan beberapa alat musik itu adalah alat musik tradisional Tiongkok tidak sesulit itu untuk dipelajari. Begitupun dengan bahasa Mandarin. Kalau kalian sangat ingin untuk belajar, kemudian sering berlatih, pasti kalian akan bisa. 好，那今天老师的讲座就到这里。如果同学们对中国古画感兴趣的话，你们也可以自己去欣赏。Jadi presentasi dari 老师 cukup sampai di sini.Jika kalian tertarik dengan gambar tradisional Tiongkok, kalian juga bisa mencarinya sendiri di internet. 好，谢谢大家。Terima kasih semuanya. Terima kasih Ibu Song Jiaxing atas materinya. Terima kasih Song Jiaxing. Baik, selanjutnya adalah sesi tanya jawab. Kepada para peserta, bisa menuliskan pertanyaannya di kolom chat.接下来小文答环节，请展玉来讲歌曲。我看到了有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年轻人还玩传统的棋牌游戏吗？其实是的啊，无论棋牌，中国的棋牌游戏是老少皆宜的游戏啊，不只是年轻人啊，大人小孩啊，年轻人都是可以去玩的。然后传统棋牌类游戏的话是可以随时玩的吗？是的啊，是可以随时玩的，只要你有棋具，然后有棋子，
都可以玩。然后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五子棋啊，五子棋的话是如果你手边没有棋盘的话啊，我们也可以画一张棋盘啊，然后画一些图案啊，一些那个形状来代替棋子，也可以玩我们的游戏。嗯，是这样，没有时间要求，当然会有一些比赛啊，会有一些比赛。谢谢阿宁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最有名的古画专家，因为呢，中国历史是非常长的，所以呢，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历史，也有非常非常非常多有名的、优秀的画家。那我们是没有办法说这个是最棒的，这个是比较不太好的。就他们都是一样的有名，一样的优秀。好，同学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积极的问老师们啊，我们都非常愿意给大家解答。各位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这个是嘉兴老师的问题，关于乐器。好，看到了，谢谢福良同学的问题。是的，葫芦丝也是中国传统乐器。你非常棒，你知道葫芦丝对吗？你的意思是葫芦丝在中国哪里对吗？其实这些所有的中国乐器在中国各个地方各个城市都可以找到，都有人去演奏它。比如说中阮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北京东北，两位黄丽老师和孙思雨老师勾搭东北的，都可以找到。那在南方也是可以找到的，比如说我们马中大学柯婉婷老师，他的家乡有一种小调，他也是要用中阮去弹奏的。谢谢郝老师的回答。还有没有哪位同学？当然有啦，当然有啦。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围棋，围棋就有国际性赛事，而且就是各国的参与度都非常的高啊。除了中国，日本棋手、韩国棋手，还有欧美的棋手啊，都是非常多非常多的。如果同学们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啊。比如说在中国，现在我比较了解的棋手就是柯洁啊。然后还有韩国也有，韩国之前有一个，不知道有一个电视剧啊，大家有没有看过？请回答1988，那个里面的男主角啊，他就是一个棋手啊，就是一个棋手。那这个是关于围棋啊，围棋。那除了围棋，那还有就是麻将啊，麻将也是中国的传统游戏，也是有这个大型的国际性赛事啊。基本上我们现在能了解的一些中国的这个传统游戏，它都是有这个大型的国际赛事的啊，包括刚刚黄丽老师说的五子棋也是有的啊，据我了解也是有的，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啊，这又有一个宋老师的问题，巴乌和葫芦丝来自一个地方吗？嘉兴老师，没有打开麦克风，不好意思。刚刚我是感叹了一下，福良同学对中国乐器了解的非常多啊，很棒。那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问题，我把
我的一个搜索的内容发到对话框，你可以看一下。那老师想要跟你说的是，它流行于云南彝苗哈尼等民族，而葫芦丝呢，它是在傣族、阿昌族、佤族这些民族聚居的地方比较流行，所以他们虽然是属于中国少数民族擅长和喜欢演奏的乐器，但是他们是不同的民族的。谢谢你的问题，非常好。好的，我们时间已经到了12:36。同学们还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的讲座就要到这里喽。还有问题吗？来，我们倒数啊，10, 9, 7, 6, 5, 4, 3, 2, 1。好，也谢谢大家。那好，那我们把这个直播间交给主持人。Baik, terima kasih banyak. Jawab telah berakhir. Pendahuluan saya tahu sudah selesai. Kita telah sampai di penghujung acara. Terima kasih atas partisipasi dan antusiasme kalian semua. Terima kasih kepada para narasumber yang telah meluangkan waktunya dan telah memberikan materi yang bermanfaat bagi kita semua. Kepada para peserta, silakan mengisi presensi yang sudah kami kirimkan di chat box. Presensi akan kami tutup 30 menit setelah acara selesai. Selanjutnya, dimohon seluruh hadirin untuk mengaktifkan kameranya karena kita akan melakukan sesi foto bersama. Cinta jia ta gai shi shang lu, wo men yi ji bai zhao. Okay. 1, 2, 3. Okay, 1, 2, 3. 1, 2, 3. Baik, terima kasih. Sekali lagi, acara webinar ini akan diselenggarakan 2 minggu sekali. Untuk acara selanjutnya akan diselenggarakan pada tanggal 3 Desember 2022 dan akan membahas tentang komunikasi antar budaya Tiongkok Indonesia, opera Tiongkok opera Chin, dan opera Tiongkok opera Sichuan. Kami ingatkan kepada para peserta untuk mengisi presensi. Presensi akan kami tutup 30 menit setelah acara selesai. Sampai jumpa di acara selanjutnya. Semoga sehat selalu. Terima kasih. 谢谢同学们，谢谢主持人，谢谢安宁，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大家，谢谢老师们辛苦了。好，老师们去看一下我们群里发了一个链接啊，我们下一个链接。好，再见。Thank you.